张若昀参加某活动被发现瘦了很多，让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瘦下来的。尽量克制自己因为饿而吃东西，你怎么你都要吃东西，你吃东西就会长胖，那你所吃的东西一定要是好吃的东西。今天盒饭的话只忍一忍，能不吃就不吃了。